哋做咧就係、攝影。咁因為、今日嘅特別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希望話俾大家聽咧，其實設計除咗係、一啲大家成日接觸到嘅一啲產品啊，或者啲品牌咧，其實設計最緊要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學識去欣賞你嘅生活。咁有時都會問下、啊、我點樣影一張相？咁影咗好多相之後咧，你會開始發覺、都唔知影嚟做乜。我喺度諗啊，其實一張相除咗俾一個 like 之外，其實想 deliver 一啲 message 出嚟，係咪？我第一個比較有計劃，第一個就係一個門後啊，叫做門後，其實就係、是、我諗你哋有啲人都去影過牛頭角下村，咁你會發覺、有啲人會俾你入去，佢唔會問好多嘢啊，你影相入去啦。我會覺得呢件事幾奇怪啊，我哋好似成日談論緊一個人同人之間嘅相處。如果一個人真的走入你的一個個人的空間入面一個屋企，你會點咧？你會俾佢入去咧？即係呢個好得意嘅一個 project。